自己的姓名生死一线。身边的人也会损失妹妹。三人王，生逢乱世，人命如草芥，护一人为自身，护万人则为天下。也正因身怀苍生，你阿父阿母当初才会要结束这乱世。林公子，若是他们真来了，咱们的骏马真能拦住他们吗？能拖一时是一时吧，若是能撑到援军来，我们就能活下去了。